家好，我是静听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裤子，这个裤子有点短了，它又是白色的，我们该怎么修改？首先把那个，它是一个卫衣，卫衣的套服那个裤子，它是加松紧的这种，然后把它松紧给它拆下来以后，现在我们就实操这个。我这是怎么想的，这里面给它边上一块边，就顺着这个包缝花走一圈线，它这个接的布条这里在底下，它因为有点吃活，所以要把它放在底下走一圈。他说谁也不怕的，这个是纯棉的，莫德尔棉的，是个 T 恤的边剪下来的边。我量一下这里多宽，一寸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寸。这边效果怎么这么不好？我这是开着灯的，这是一寸的袖，一寸的边，剪了一个一寸的布条。它靠着左边的这个线加个布条，